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找那个哦，传说中那个秒杀的那个什么什么海鲜什么干贝的包子，听说是那个 LV 级的耶，到底几堆啊？好像是这边呢，这看起来不怎样哎。过来门口欢迎老板你好。你好你好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家是不是人家网络讲的秒杀什么什么什么五包干贝哈？啊，不对，你就是店吗？就是家。啊，可是。这拢卖完啦，春天俩。啊，这是卖完啦。哎，拢卖完啦，春天俩。啊，即马。超香。真的哦。网络刷订单足侪。啊，真的吗？欸，我是没吃过，可是秒那个网络上都说秒杀哎。啊，因为阮逐工做出来拢手工做，所以阮的产量就是有限。真的啊，这样更难讲的迄个啊，真正遮尔侪吗？无对，等下随包给你看。我当水款吗？哎，当水款。哎呦，帅哦！我就要这种酷靠。走，我们来亲自见证一下。还以为是网友在夸大，想不到真的秒杀。到底葫芦干那在卖什么膏药？啊，唔就是一个包啊，娘娘。老板，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口味啦？我们在做帝王干贝包。帝王干贝包啊，哎，这个包子里面包干贝加那个。虾仁哎，你看它的虾仁超大只的。对，我们的虾仁是选用那种比较大只的虾子，然后干贝呢是选用日本生食级干贝。生食级的干贝。生食级的干贝下去包。哇，这可以挡棍呢。啊，一人爱吃较好的呀。不一样，可是这我觉得这是已经可以讲是包子界的创举了啦，包子界的劳斯莱斯啊。对。哦，对，要不然一般的话，我们都吃推特塔等级的，我也是跟你上的。哎，怎么会想要把这个这么高级的这个食材包入包子里面？哎，这个想法来自于，就是一间那个米其林的海鲜餐厅，然后他把这一就是我们的海鲜，可以把它做得这么的丰富，然后这么精致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我们也可以尝试把这个。这么高档级的海鲜呢，把它包到那个包子里面去。那因为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，然后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，先做了，然后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比较高端来送礼用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如果你要约我吃饭的话呢，记得好不好？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也可以来前辈姐啊，这么高端的这个包子哦。别傻了。所以这个是猪肉吗？对，这简单。选用那个油来吧，选那边选油来吧，油来吧，油，太油了，油多好吃。所以你食材的选择上，你是经过多次的这个革命失败，才确定你要选这个。对，经过很多次的失败。对啊，因为肉的部位那么多。传统咱拢用腿肉尔嘛。嘿。嘿啊，啊就是咱，你的。对对对对，你放三只哦。啊，你敢食？而且那干贝真的超大颗的，摸唔掉，就是一大颗日本空运来台生食级干贝，还有三只超新鲜大虾仁，就是要让吃的人咬下去满嘴都是料。光看刚刚捏包子那个皱褶就知道，这个功夫是三年不是真的作假的哦。哎呀，这真正爱练足久的，因为每一个包啊做起来吼，一定拢爱安尼甜起来。对啊。啊不，偏偏无好看。我以前曾经去哈试过包汤包，我的馅都从旁边挤出来，所以这个功夫要练啊。来，你当大家这一日店长，我来跟你讲。哎，但我发现你的这个干贝其实有先稍微炙烧过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啊？这样才会香。这个做法是日本料理店，咱来吃一个生食型干贝的做法。他会先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是完全生的没炙烧下去蒸的话，其实干贝的香气就没出来了。对，然后这样吃得到干贝的香气，它还可以吃得到它的甜味。甜味，鲜味。哎，这讲到重点了，你要把那个甜味啊，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海鲜的新鲜度锁在里面的话，它的前置作业就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哎呀，那像这个竹炭的话，它是食用的吗？食用竹炭，食用的竹炭啦，哈。啊，为什么想搭竹炭，而不是说搭黑糖啦，或者是搭其他什么口味的？
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在这包子皮上面呢擦金粉。擦金粉啊？对，阿咧，乌金乌金阿咧。这也让恭喜这个蔡秋凤，那首歌就准备要唱出来哇！因家的房是空间够用，真厉害。可是讲真的啦，是这样看是让我很心动啦，可是要吃了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嘞，吹起来，你的。你了解我意思啦哈，你才了解到。不愧是达人，连本宫心里的话都读出来了。讲了一嘴美食，不如亲自吃上一口。所以刚刚已经看到了网络上秒杀的这个 LV 级的土豪包，对不对？里面是包那个干贝，现在也是数一数二前排行前面的。对。哦，这是什么包？美国顶级铂金包。美国顶级牛肉。美国顶级牛肉。我们用 Prime 的牛肉下去包再包。用这么高级哦？对。真的黑当本呢，要给你拍破，真的。而且它很妙，是旁边它加了一个 cheese 哎，牛肉跟 cheese 哦，很搭，还有花生酱。花生酱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呢要先抹花生酱，再抹花生酱，在下面好。加花生酱哦，这我无法理解耶。然后。再加牛肉，再加牛肉。哇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肉，可厉害。咱这把吼爱心珍贵，爱个先珍贵啊，珍贵较香。哦，讲迄个意思啦。啊，你cheese放很甜哦。啊，你较好食。哎呦，因为cheese是我的最爱。然后再放肉哦，你不会是因为我在这边故意放那么多吧？没有，我们每一颗都这样，两盎司的重量。哦，这这馅料太满了吧，看起来也不太难啦、啊、就是觉得这个料感觉真的是超丰盛的。你得做一些饮料，要包你的号码呀。哇，哎呀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啦，这个困难，今天哦，好啦，这你就安尼讲，我就恭敬不如聪明，好不好？首先，先涂呢这个花生酱。花生酱。哎，你这花生酱是有颗粒的。对。这样会不会太多？那差不多。差不多啦哈。坑较侪哦，真好。来，过来是坑咱这个肉。我帮你包起来。阿来个揪起，个揪起，揪起，好。阿慢慢蹬出来。哦。阿是技术铁罩。哦，铁罩，好。阿慢慢收口哦，好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拉皮要找对医美诊所，好不好？这找错家就会变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纽扣都跑到脸上去了。所以啊。你看一下。它粘住了啦。我怕我把你的那个包子皮弄破了。再要一点点哈，你看专业的跟业余的，专业医美这个是那个地下医美，自己选一家，真正是隔行如隔山呢。达人将美式汉堡里的花生酱牛肉堡结合中式的面食，创造出极上黑牛包，而且跟刚才的帝王干贝包合成两大镇店之宝。哎呦，讲这么多，我也肚子枵啦，来吃饱了咯。终于，包子，我们这个 LV 界的包子，终于呢，在我的手上了，热腾腾的。哦，我当五个柜啦。啊，这一点三温暖，这真正有热呢。对啊，阿姨，这的一点是爱有一个程序啊。啊，这个程序做完了，这包子才再好吃。有影，真正的，就愈高档的物件愈好吃，所以我今摆当吃。首先，这网路秒杀第一名的就是这个帝王干贝包。帝王干贝包，修呢？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虾子都快要跳出来了！你们闻到海洋的味道了？对，就是海的味道。海的味道。
好新鲜哦，那味道。这鲜甜哎。你知道它那个海洋，这不是海洋，海鲜的汤汁吸到这个包子的面皮里面啊，超鲜的，好鲜甜哦，好好吃哦，哎，我那好吃到说不出话来，超满足的。就是讲哎，这把吼都无筋，不会那个硬硬的咬不起来，超嫩。重点是我觉得它配这个真的超搭，我还讲一下干贝嘞，干贝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海洋的味道。天哪，我的干贝超鲜甜哎，而且北海道直送的呀。因为海你的虾很新鲜，然后呢加上这个猪肉啊有嚼劲，但是不会有那个。筋，没筋，哎，以咱用油来吧，哈，油来吧，是猪内底猪肉内底算属油的。我觉得你让我搞干哎，赞！我待会好好的来再来把它吃掉。啊，够够他赞的，够够他赞。哎，这个美国，哎，极上黑牛包，极上黑牛包，你刚吃毫不手软，果然是真的很厉害哎，这气势你看满满的哎。刚符合我这种气质控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花生酱一点都不甜，可是它真的跟它超搭哎。对，真的，这是一个美式一个烹调料理。我觉得这古巴熊好吃吧，而且你看它那个起司哦，放了两片，超浓郁，然后那个起司跟花生酱结合的那个口感啊，这个是。所有起司控的女生、男生，你一定要来吃看看的。你外口买袂着，你叫物件。买袂着。这是来这边哈，我们架杠香香包，好不好？独一无二的，就是这个，是我刚包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还不赖啦，有点扁而已，好不好？有点扁而已。所以呢，重点是蓝公红爱我来宅啦，对不对？真材实料，我们不要看外表，好吗 ？OK， 这我待会带回家。他都要好准备秘密。好香香，这个喜欢的。这是什么？德式香肠起司馒头。德式香肠起司馒头。咱头头啊，做这两粒哦。但你没有香甜哦，一个惊喜一下。现在你就大心啦，你就知道我喜欢吃起司，有没有？起司控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你是怎么去想到研发这样设计啊？这个是一个披萨的概念。哦，披萨。披萨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里面用的乳酪，会康熙的乳酪，把德式香肠包进去，然后撒上迷迭香。撒上迷迭香啊？对。那你吃起来会很像在吃披萨，所以是等于是把那个中西合并在一起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了对了。我觉得美食就是无国界，就跟音乐一样嘛，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研发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它就豪迈耶，我拐念秒来都有几个豪字，看到没有？这满满的气势哎，可以说是中式披萨啦哈。哇，这个迫不及待想咬一口了。嗯，哎，有 juicy 吧 ？juicy， 我先跟你们讲哈，吃他们家的包子跟馒头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手要先洗干净，因为你会一直想把那个舔掉，手指上面的美食跟那个汤汁，因为非常的甜，真的很像那个美国的那种人家那种吃心披萨，吃心披萨，嗯，整个卷起来。满满的料哦，那个气势。所以你当初为什么想研发这种？就是一个点子吧，就是把德式香肠在这种堡类里面哈，是蛮常使用的。对，哦，是汉堡的啦。对，潜艇堡这种物件。嗯。哎，咱的中式面点内底无这个物件，嗯，所以咱就是爱创新，把它融合我们的那个。中式面点里面，所以呀、啊，赶快好不好？网路上秒杀的这个包子哈，哎、欸，每一个你真的都
不能错过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哈，一定要听取我的建议，去 sale 天体去注意的，要改变哈，加油喽！谢谢我们的这个仁浩哥，谢谢香香，谢谢香香，谢谢香香，美味好包有没有？哈哈，土豪包哦。